我这羊排是昨天泡了好几个小时，都泡白了，呀，给腌入味儿了。嗯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这个大锅油不行，就给它那啥，给它煞下去。哎，搞这儿了啊！嗯，哎，这个羊排挺肥。嗯，要为啥说烤着吃呢？不烤不行，这个这得大点儿，太小了不行。这儿行吗？先给它包上点儿。对。包上点儿，要不然它干吧。稍微的盖一下，它那个顶上糊了，底下那熟，放那边。对，稍微的盖一下，别烫着啊。搁中间那边。嗯，别烫着啊。哎，好。没关严呐？关严了，它就这样了。关严了。这玩意咋整的？还忘了呢。然后就是。上下管风扇，先180度，20分钟不行啊，190度，20分钟不行，调30分钟，不然得烤40分钟左右。再那啥，再翻个。哎呀，还容易打皮呀。那不用打皮，要嫩的话不用打皮吧？不行，打的，不行，老太太咬不动。碰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我这，呀，啥也看不着了吗？那干啥？你给你加小，那个手再拿个抹布停着点。不用不用，不用。不来，走走，跟着走嘛。哎。这个纸，先拿下来吧吧。哎呀，这是真美呀。不要了，高着起槽子上先吧，熟了吗？嗯，这个有点硬，硬它底下是骨头吧？啊，骨头啊，脆骨，差不多了。紫兰辣椒面是不是？嗯，这啥都有，微微辣，一点不辣也不行。紫兰辣椒面了，哎，妈往前点吗？哎，对。就在一会儿再烤，就变变色。顶上再烤就一层那个硬的。稍微硬一点，硬的好吃。这是熟的，我感觉。不焦啥？这又不焦啥？你就搞那面就行，多搞那面。啊？就是熟的。是熟的。应该是熟的，它不能生的。是熟的。开始。这是土豆片就搅和搅和片。土豆片是老式油条。锅，这家是这个是最近的装修的，差不多了吧呀？那不好开，不好开，还有气呀、啊。嗯，差不多了吧？嗯，行了，再整大劲儿了。嗯，这肠也快好了。嗯，来妈，大到你班了。到我班了，这个小活，这我干这玩意就是个玩儿，啊。是不是啊？哎，正好。这这肠还用烤吗？别烤了，底下都那啥。底下是沾的油。行了。烤烤也行，不烤不行，不用烤了。不用烤，拿出来吧。啊，也来盘里头是吧？嗯。这不是个熟的吗？熟肠。熟了。嗯，熟的。来，我给你想个招吧。高大脚，对脚型。嗯，爸给你脚，我干。我那个烧烤的地方都要去剪的，我不使这剪。那我会使。啊，这是。这几个人。这是。啊，咱也是烤羊排。啊，给你吃了吧。不用，赶着。这大块给它绞了，太肥的就别吃啊、哦。太肥的，哪有太肥的？太肥的给它剔出来。这肥的才香呢。给它剪子好使，剪子比刀好使。剪子好使，但是这个剪子这个苗有点小，那有个黑的苗长。
黑的不是那啥的，黑的那不咋分。这脆骨，这谁能咬？这谁能咬呢？来给这块削的。这底下这块。夹子我嚼。底下那块老。你夹起来。你夹起来吧。夹起来，那给我嚼。你跟着你俩配合不到一起去吗？你这还扔了。不是，这筷子夹不住。人家这个你夹。夹起来我嚼。对，我干使得了这个。你看你不会使吗？这不行，这剪的这苗短。哎，行，这个一会儿就那啥了，看能不能给它劈开。咋劈不开呢？全吃。能劈。放啃这儿。咱不会劈，你我爸劈的。等你。搁这肉都整个差不多了就劈，嗯，是吧？来一块，来个小蒜儿，吃肉不吃蒜儿，香味儿减一半儿啊。嗯，你要不要圆葱？圆葱行，啥都行。洋葱，来个蒜也行，洋葱也行。洋葱也行，我看他们吃播不都吃点洋葱吗？嗯，啊，开一半啊，开一半。哎呀，咸蛋正好，主要这咸蛋好吃。正好。那行啊。嗯。这肉都掉底下，这羊排肉挺多、啊。这整个饺子还，嗯，这个羊排就得烤着吃。这个羊排有点肥。羊排没有太不肥的，嗯，都挺肥。你肥烤完了它就不肥了，烤完油下去了。油下去挺入味啊。嗯，不愿意真疼啊。要不然烤羊腿烤羊排的不咸，这玩意太烂了没有滋味，咱也不蘸啥。咱过年的羊腿还有呢吧？有，没吃呢，搁那头呢。就啥？等哪天你大孙子来的吧。你看看烤羊腿。你给他糊了。烤羊腿烤不了，羊腿能烤吗？这个、烤箱。不是。不一定能烤出，能烤出吗？你反正你除非是给他，你像那么多拉几刀。刚那什么烤，烀完了切一片片，刚那小什么烤，烀熟了烤。烤肉啊，嗯，没有这香吗？还是这香？那是烀完了烤的，烀和生烤是两味道。关键腌的好，腌时间长，这玩意必须得腌时间长入味儿。我这半身羊排过年买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没吃啊。羊排、羊腿。就那羊肉，连给你大哥他们拿来就吃了呗。来年可得少买。嗯，回回说少买，完之后就怕多嘛。其实一样就买一个。嗯，没吃。没吃的。你过年也不能买半扇的，也一般的不卖，都成扇的。啊，我们在这嘎子没有啥串门子的，你要在老家的话，串门子得多。嗯。想搁老家早吃没了。聚餐啥的，对，那这小金瓶儿，嗯，我说你爸肯定好，嗯，真纸是吧？我这肯定也不行，不标准。你现在往你刚灶上烧，嗯，不也一样吗？你就上面添水也行啊，上面添水，底下就烧光你，嗯，行，是不是？你搞那地方有早市，要是去早的话，买回来烧。你先去买点豆角吧，整个起泡豆角。我看他们都失败了，这回我看我能不能整成功。我要整成功了，把我一下就站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烧的苞米得老点，嫩的烧点。你就得买年苞米。那你特意整，它不起泡。直到过去那时候，你姥爷的时候，我看当豆角都起泡。就李莹他妈。嗯，玲他妈那起泡嘎嘎的。嗯，玲他妈的豆角。嗯，大李莹这手艺没学会。那时候不流行这个呀，那侄子流行这个的话，咋就得学到手？他那捞一小盘，我看他妈是少的命。嗯，那你肯这个这，你肯吧？那大的你肯？我这一个都一会儿要肥的话，再搞烤箱烤烤也行。嗯。剩这个，
他那回我们有一回是给他剁开了，完了之后烤的，那个就有点干巴。嗯。他那个边上都烤干巴了，完了之后火大。来吗？这里这些肉呢？你看这两天净吃素了，你不得吃点肉啥的，调节调节。你说我原来你们没来的时候，我自己今天有的时候也不做饭，在外边吃一口就感觉吃火候都吃不饱，也没有油味，反正没事，就那一碗面吃完，可能我是原来我就饭量就挺大，天天面像的面像的面，外边吃饭没有加食，外面吃饭就面多。嗯，面一小绺，搁这水一泡，泡了十分钟就多了。那你不买用，你不回家吗？我爸回来我才做顿饭呢，我爸给我有骨头饭，这在外边吃。我礼拜六放假，礼拜六放假待一宿，礼拜五晚上回来。嗯。我也能做了，这两顿饭。礼拜五晚上我要有功夫的话，我就准备点啥，反正也都是现成的。完了之后到家吃一口，我礼拜六发生早事，必上早市去买鱼去，完来点啥东西。嗯，吃完我走，那礼拜天上班，离远吧，礼拜天走上班不管趟，太远，坐车不管趟到。那时候待一宿，一天解忙也挺有意思的。那我不干幼儿班干一年，我们爸星期天能有一天工啊，我那个星期五就开回来了。嗯，你那是双休，我那是单休。嗯，爸单休，我那个星期五我就下班了就往家走，那就烤一遍。剩点尾巴，让我那啥的加热一下子。这好的，这个火辣，这个你爸愿意吃火辣的，我小的也行，但是你牛肉那玩意火辣是真不行啊。嗯，咱这回吃那自助去。嗯，那自助牛肉火辣油的，那天那自助的都是牛肉多，肉是挺好。嗯，就是100多块钱那个老人89，肉是挺好，关键是有供的。牛肉那玩意非得烤的，那片大，整再好有用啊，来吗？有那片小的不是吗？没有，不是片大，它那切的厚。自助餐这个东西吃吃，哎，这个小棒给我吧。你看吧，嗯，那个自助餐这玩意吃吃的，刚开始都挺好，后期它就改良了，不给你上那么好的肉了。吸引顾客呀，做买卖的办法。嗯，这个玩意挺好。嗯。那能看你爸这样的，跟你爸这骨头差不多。他这白的是不是就脆骨啊？哈，这里头白是脆骨吗？脆骨，脆骨，但咬不动。咬不动。那软肋。那白脆骨又好这样式的。嗯，软肋，软骨。这也是咬不动。装个高压锅焖，炖的，就能咬动。你就得吃外边的皮儿。嗯。你这羊排烤是比那啥好吃，是比那糊好吃。嗯，烤的东西它就，这个烤箱能烤，一般的微波炉好像，这个、烤箱有劲。微波炉，我拿微波炉也能烤，但是它差点。这是底上下加热的。嗯。不用翻个。这回搁微波炉整过一回啥？整过一回地瓜吧。成慢了呢。嗯，慢。那瓦数不够，没有这个劲儿大。你跟这能比吗？这烤箱吗？每天再整点地瓜。这烤箱你烤啥？烤驴一下子，一悠就够吃了。烤鸡。嗯。完了就往烤鸡了。嗯，不烤鸡了。我妈俩。这块我吃吧，这块你不能吃。你吃。
哎呀，这后边烤的火大，火大，高220度。哎妈！刚开始你不能等等太那啥。你看这脆骨都烤。它不熟。脆骨烤酥了。哎呀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，慢慢喝。来，干杯，整一个。哎，小羊肉串喝小啤酒是正好的，再打个小空调，这小生活迷智的。就说找那麻花。不是的。拜拜。明儿见，拜拜。又长了。